每次换了新的四件套，我都会把床上用除螨仪吸一遍，床上的被子、枕头、床铺都能吸出来好多脏东西。它下面是一个18厘米长的大滚刷，带 UV 紫外线灯，还有55度的热风烘干除湿。家里长毛地毯的灰尘，还有床边毯上的脏东西都可以吸进去，它的吸力很大。家里的沙发、坐垫、抱枕都可以把肉眼看不见的螨虫、灰尘、皮屑、毛发吸得干干净净。这是吸出来的脏东西，真的是用过一次你就离不开它了。它的集尘盒也是可以反复水洗的。